要擦。你头发真的太容易打结了，你不像三个你。洗完差不多就。我让你一下三剪掉，全部打结下来。对，就是一下三个很惨。剪掉，剪掉，来回下三个，你就拿一点早上起来，你不小心抓到，然后你心情打，心情就爆炸。我就剪掉了吗？那剪。刚剪了，你剪我剪。你剪的什么毛用啊？好好，我跟你剪一样长度的。同学。我们先讨论几个问题，再看这两个问题啊。你用个手机。我现在个斜面呢、啊，我现在个斜面，假设是三十度的斜面，我现在放个物体在这边。我们又回到这个古老的问题了。古老的问题哈、啊，这是一个最经典的问题啊哈。放物体在这边，假设它的质量是十公斤。Yeah. 摩擦系数。μs 最大静摩擦系数是 0.3， 请问它会不会滑下去？最大摩擦系数。最大静摩擦系数是 0.3， 会不会滑下去？这经常遇到啊，你放个东西，哎呦，现在很滑，对不对？这斜面，那你要调整斜面，或者是怎么样改善它的那个摩擦系数，你可以让它不会滑下去。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但实际上是蛮生活化的问题啊。要做分离，好，分离怎么做？就用下面那两条吧。我们是要做成一个垂直这个斜面的，垂直跟一个水平的，啊、嗯，好，这个水平多少？三啊。三。三呐、啊。三为什么是三？水平的力。我们假设重像那个重力加速度是十。哦，那二根号三是十啊，对。二根号三。三九六。等于二根号三分之五。可以乘三分之一。可以乘三分之一，为什么乘三分之一？哪个地方乘三分之一？九十度的三分之一。哦，不是啊。重力加速度只计算它过去。这是一个好，那 OK， 我们表示我们对三角三分之五高三，我们对三角形的这个值没有印象啊、哦。那我先下来画一下，是三十度的。我们对它的边长关系不清楚，作为形象，一二分之一，二分之根号三，啊，这是它的边长关系。对不起，对不起。你要加一个。像二分之一的意思是让它是，我知道，就是一啊，它是后来1:2比根号三没有错，但是1:2比根号，通常来讲，假设你要用的话，你看啊、哦，同学你看，这个地方我就告诉你sin三十度多少？啊？sin三十度？二分之一。二分之一嘛，就直接取这个值就好哈。哦。对，cos三十度多少？二分之一根号三。对不对？这是一般来讲，我们在定sin cos的时候就是用。半径为一的圆形去定义它的，啊，要快定义出 x y 值嘛，去记得。我们那天讲过，简单讲过，这是一个半径为一的圆形，这是 x， 这是 y。我任何一个角度，我去查出它的 x 值，查出它的 y 值。这个 y 就是我们讲的 sin 西塔角 ，x 值就是 cos 西塔角。OK， 就这样的定义嘛，这是一个简单这样的定义。啊，所以我现在可以三角形的定义在这边了，它的边长关系在这边，然后，请问这个水平分力是多少？三分之五根号三。三分之五根号三，为什么？为什么？等一下，你说水平分力、啊。水平分力啊，这个是它的水平分力，斜面为，平行几？那就是五啊。五，怎么来的？不是一比二分之一，一比二分之一，二五怎么来的？它不是十的一半吗？十的一半，十是什么？重力。十不是重力啊。加速度。斜不是加速度。这个不是它的十，不是十是它的质量，它是公斤嘛？我刚刚讲公斤，它十公斤，它的质量十公斤，所以所受的重力为何？十公斤重等于几牛顿？十牛顿啊？当然不是十牛顿啊！一公斤重等于几牛顿？一 g 牛顿。
一斤牛顿对，一斤牛顿是多少？九点八牛顿，然后跟你去给你十，对不对？十牛顿。十牛顿，一公斤十牛顿，那十公斤一百牛顿，这是一百牛顿的力在这边作用哈。一百牛顿的力在作用，所以向下的力是多少？五十牛顿。那垂直于斜面的力是多少？就是三分之五十方的牛顿。不是啊，那也是五十。三分之五十根号三牛顿。是吗？不是。当然不是啊，我不是写二分之根号三吗？怎么会变成三分之五十根号三？二分之根号三呢、啊，就直接二分之根号三乘上五十就好，是五十根号三吗？是不是？就是根号三乘上五十，乘上一百，那乘上一百、啊。你看我，我觉得我知道方向了，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是这样。这个不一样嘛？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五十根号三有问题？没有。有问题？因为它是一比上五二，一比上二分之根号三嘛，对，一百比上什么？就是比上五十根号三，有问题？没有。同学，我在看你啊，我在问你啊，你没有理我啊？一比上二分之根号三等于一百，比多少？一百根号三除二。那里一会是对一百。哪里一对一百？在斜面啊，如果说你看这是一个三角形的话，这是斜面。你把这个斜面找。现在还是长度而已啊。要不你长度比一百先。一百是它的重力啊。不是，我说买它代表。斜面啊，代表向下，重力不都向下吗？哦，所以它是斜边。在这个三角形，在这个三角形是斜边啊。有没有？这三角形里面来讲是它的斜边啊。哦。对不对？那我们把这个力，我们上次讲过力的分解嘛。我假设这边有个力是一百，请你分解成 x 方向的力跟 y 方向的力，那你怎么分？假设是三十度的话。你怎么分？对，我分成这个方向的力跟这个方向的力，因为它合成一百，我这个一百多分力，对啊，是不是？啊，就五十和就是二分十跟一百根号五十根号三嘛，嗯，对不对？哦，二分之一百根号三，对，二分之一百根号三，对啊，啊，这样问题。一直都没有。好棒哦，要不要丢纸？有问题。因为反正他妈符合毕氏定理就是了。你不能讲反证了，我现在你看懂了没有？你的反证回去你要想十天，你也想不出来。OK， 现在我问题在哪？你的问题会在哪里？告诉我。哦，好棒，我懂了。那小号。同学呢？我睡一下好了。应该可以。对，如果你没有把握呢，赶快想办法做个笔记，或者是做个记录。快去。我这样这节到现在都没教过你，拜托你要醒醒啊！啊，好。明天才会刚干。对，下次那个一样哦，通到你们别人教室，如果你老在上课，一进去先问老师，老师我给他找一下谁吗？没错。不是进去，某某人，赶快，我很急事要找你，都有把他带走了。我都啊。我都会打了。进去要问老师说你要干嘛？啊？所以我们这个分离这样的问题。没有问题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的正向力在哪里？正向力是这一段，这是不是正向力？所谓的正向力，对摩擦力来讲是正向力，对吧？因为它垂直这个斜面，那我们摩擦系数是零点三，所以我们可能可以产生的最大静摩擦是多少？最大静摩擦力多少？五十，一百五，一点五，一点五什么？跟一点五啊？一定要怎么来的？你就五十牛顿成这样。为什么用五十牛顿成？五十根号三乘零点三。五十根号三乘零点三嘛，是多少？三。哦，我看错了。三分之五根号三。十五根号三。什么是十五根号三嘛？哦，是乘。同学，你们的数学哈、哦，五十根号三乘上零点三等于什么？十五根号三，你们在计算的时候，我再讲一次啊、哦，我再问一个问题，你情愿不要告诉我结果，你告诉我怎么算，
谁乘以谁就好，你不要跟我讲说，我就是 1.5， 我不知道 1.5 的怎么来的啊。1.5 刚刚讲啊。你没有讲过程啊，你就这个。我刚刚讲50牛顿乘上0.3，然后就变成1.5。可是我看错了。OK。是50牛顿，是。我们讲正向力啊，正向力是这个地方嘛。我看错。我是50根号3乘上0.3，所以是15根号3嘛。好，我们的摩擦力是15根号3。好了，请问它们滑动了，怎么判断？它的正向力是50根号。谁跟谁来比较？十五根号，十五。根号三跟谁来比较？跟50牛顿吗？跟50牛顿比较，所以我们看嘛，因为它滑动是这个方向，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向下的力跟向上的力来比较，对吧？这个摩擦系数可以产生最大的摩擦力就是15根号3牛顿，对不对？可是向下的力有多大？向下力有50牛顿，所以会滑动，会。会滑动，对不对？耶，我好棒。就是会滑动 ，OK， 就这样判断。所以向下力是16，它也会滑。是。你就要去算一下。它是向下的力是16的话，会不会滑动？向下就不会滑动了。向下16。向下如果16就不会滑动了。为什么？为什么？十五根号三呢？十五根号三多少？16啊。对啊。十五根号三。是15乘上根号三，这15加。15乘上1.7等于多少？Oh my goodness！ 根号三那是1.7嘛，你乘起来的话就知道了。那我出发。啊，对不对？是总量比较大。OK。所以你这个例子你就知道，假设有这样的状况，我在下面顶住这个物体的话，我需要多少力来顶得住，就可以算出来了，是不是？向下的力已经知道了，那我向上的力有这么多，所以我只要花多少力就可以顶住它，我就可以算出来了。所以就是。50-15根号3，就是我需要施的力，它才顶住它，不会滑下来，好不好？上面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事实上还蛮。假设。哎，所以你这么夸张。哦，是。50-15根号3。好。OK， 所以这个问题没有问题吧？那我们出一个稍微进阶一点的问题哈。我觉得这个比较难的是证明说为什么它是消失三角形。证明它消失三角形有困难啊？有。我告诉你，我们再说哈。好，一样一个物体，啊，我现在放的它的质量是 W。不过它所受的重力是 W， 受的重力是 W， 就是重力。啊，角度是 θ。当我移动到角度 θ 的时候呢，它开始滑动。请问一下，最大静摩擦系数是多少？啊？够简单吗？再一次。一个平面，我在一个平面上放一个东西，我开始调整角度。啊，它刚滑动都停下来，我这个角度知道了，对不对？请问这摩擦系数多少？这两个之间摩擦系数多少？看问题吗？我一个物体放在一个斜板上，然后呢，从水平开始移动，开始向上举到它开始滑动的时候，我就不再往上提升，我量它角度是 θ， 请问一下。这两者之间的摩擦系数多少？最大的摩擦系数。刚刚三角函数的。给我几秒钟。对啊。好，三角函数。你要不要跟我讲一下三角函数？三角函数，我来划一次哈。西塔角，这边是 sin 西塔。这是 cos 西塔。好，没事的。啊。好。那我们如果画分力的话，我简单的分力画出来哈。反正就是画。对不对？对，所以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斜方会用到的。斜方用什么？就是斜方的运动会用到三角。哎，上下上下。对啊，那应该是指它两个比例的。对啊。但是我没有问那个问题。我说我只是问他，没有问那个乱秀。对，因为是 cosine， 就是 w cosine 西塔，这边是 w sine 西塔。好。所以想一下，所以我们要量出它的最大静摩擦力，不是量出来，就是我一方面解出它的最大静摩擦力，解出来最大静摩擦力多少？比
用到心脏第一条表的时候，它下一秒就会动。你们在想的时候哈，你们遇到一个问题，一定要先思考说，我现在要做什么。我们看到问题，一个是题目看不懂，一个是不知道从何下手，一个是计算错误嘛，我们可能遇到问题重点不会算。那你现在应该知道说，题目现在看不懂的请举手，不知道在讲什么题目的请举手。这个它系数最大进步，对，问你最大进步，它系数多少？最大进步。对，我在，同学，我这样子题目还没办法去算它的进动摩擦，因为它已经开始移动了，我们条件不够啊，条件不够，所以你只能算出最大的进摩擦系数，因为它开始移动啊，那一刹那是最大进摩擦系数，所以你要去思考，接下来是你不知道从何下手，是不是？一定是在这几个范围，还有别的范围吗？还是现在根本就……你这个外国人讲的什么外国话，我到现在都听不懂。那是什么？啊？我还算是狙吧，狙。你用我一点重力，我一点重力。你是给？我给你重力，给你质量。最大值啊，进摩擦。最大进摩擦。不看电视的。不看电视的。可偏均就是 sin 西塔分之 cosin 西塔。啊，其实我比较不建议讲可偏均，因为可偏均实际上又是转一个弯，我比较建议是只用 sin 的。因为我给你条件就是 sin 的，对对对，你用 sin 就好了啊。所以他认为是 sin 西塔分之 cosin 西塔。其他同学嘞？对，好，非常好。那请我不知道算一下。我啊？知道怎么开始的吗？来，那个要让冠宇解答吗？就是一个比值。比值，对对对，这个比值。啊，就是他把。我上来思考。怎么办？我们一样嘛，先思考。我要知道向下力等于摩擦力，对不对？就解出向下力，向下力就这一块，对不对？向下力有了，接下来看摩擦力多少？所以摩擦力需要什么？摩擦需要正向力跟缪嘛，阿缪是未知数，把它们乘在一起就好。所以解出来，对不对？哦，我搞错了。你搞错了？是搞错了吗？就你搞错了。我知道了。按照刚看错一个东西，我可以改答案吗？可以改答案。你帮我跟你老师就好。啊，是吗？我看懂。你刚刚是参考错，刚刚是参考错。啊，我都已经写出来了。我刚没看你的啊。重力，你那个重力是垂直于平面还是什么样？重力一定是垂直于那条线，一定是向地上，向地板。哦。一定是这样的啊，正向力的话是可以这样的，正向力是垂直于木板，垂直于斜面，垂直于滑动的面。好，啊。F S 就是它的摩擦力。对。所以我们摩擦力是多少？摩擦力。F S 啊，算 F S 最大静摩擦力等于多少 ？mu s。mu 多少 ？mu n 对不对？啊 ，n 是多少 ？mu cosine 西塔，不是，还要称那个 w， 啊 ，w cosine 西塔是不是这样子？嗯，是这样。那我们向下的力有多少？向下的力 F。w。向下的力。是 w 三西塔。w 三西塔。当这两个相等的时候，是那一刹那，对不对？中间把 F 等于 Fs， 所以等于什么？W cosine 西塔等于 mu W sin 西塔。嗯。我是用不等。对，哎，我写错了吗？不等。写反了。这是 sin 西塔。这是 sin 西塔，然后等于这是 cosine 的，对不对？约掉 mu 把 cosine 除过去。哇，导数呢？啊，就这个东西。OK，
我们可以再来一题。可以再来一题，对啊，再来一题是进阶题啊，那个回去写啊。啊，有那么快要下课吗？没有，没有那么快下课，因为等一下考的你们题目。我们都不用考。啊？我的题目出的我就可以。你题目出的有点点小小的重。嗯。因为啊，那会超过我，我感觉数字没有办法到达，就像表达的意思。那你要改了。把那个擦掉。我想一下怎么算。刚刚这题目哈，但是我现在告诉你是，这个东西从顶端往下滑，滑到这边，它滑动的距离是 L。我想到了。啊，这题目很简单，就是我开始向上举升，举升上第二脚之后，它开始滑动，这时候脚步固定不动了，它就往下滑，滑到底，滑到底它花的时间是 T 秒，它滑动的距离是 L。长度，它的质量是 W， 角度是 θ， 重力加速度是 g。请问最大静摩擦跟动摩擦各是多少？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我想确定一下，它这样的话，它移动是，它移动最大动摩擦是多少？不是最大动吗？动摩擦跟最大静摩擦系数。移动的移动也比较多，因为它开始移动的时候，你要知道嘛，开始移动的时候动摩擦系数会比较小。那我要怎么？所以你要知道它加速度啊。对啊。它这边是用加速度运动，对不对？加速运动，我们上堂课不是上之前不是讲过运动学里面讲到？你 delta 从这边落下来，这个距离知道 h， 知道。它画的时间是 s， 是 t 的，是 t 秒，所以你可以算出加速度，对不对？对，用你的算术时间，哎，你们算出一个东西。对，所以我现在给你距离啊，它走了 L， 对不对？对啊。它花了 T 时间。T 分之 L 是它速度啊。不是，它不用速度去算，用加速度去算。加速度的话，我现在让你算加速度，所以你加速度算出来，你得加它动的它，因为为什么？简单来讲，我现在知道它的向下力是这么大，对不对？嗯、我的静摩擦力是一开始跟它一样大。最大静摩擦，可是之后呢？你现在动摩擦，动摩擦力嘛，动摩擦力比较小，所以我这时候就有多余的力让它移动，是不是这样？我就有多余的力让它移动。动摩擦一定动摩擦力通常来讲比静摩擦比最大静摩擦力小，对不对？可是这样子我知道动摩擦力多少？我知道，你没有给它的哦，给这个时间，有有你是不是给算它加速度？有。Okay. 加速度之后，我还给你它的质量是 W 啊，有，对不对？加速度跟 W 什么关系？牛顿，牛顿嘛 ，F 等于 ma 啊，对不对？加速度我知道了，质量我有，这个算力。反过来你知道力了，你知道质量是可以算加速度。OK， 所以这个是有点转化转弯的一个。所以，能不能用？哎，不是，没事。可是我要算加速，那我要先照力啊。不用啊，你知道加速度也可以用距离跟时间来算啊。距离。对啊，我现在在。这是 B D 图。可是我现在突然想，这是 B D 图。从静止开始移动到这边，对不对？我速度多少不知道，但是我花了一个 T 秒，我所走的距离是多少 L？ 我可以算出加速度吗？哎，可不可以？可以。可以的嘛，这样就可以了吧？这边的速度是 a t 呀、啊、，l 等于二分之 a t， 对啊 ，l 等于二分之 a t 平方，就算出 a 啦。有问题？哦，有问题？对耶。啊、嗯，这个就是简单的进阶题，这样子会搞清楚嘛？那其实是我们从这学期上课到目前为止，算是一个综合运用的题。那这 A 不就等于啊？你怎么算？想一想哈、哦，这是作业，好不好？作业。啊，那 R 会等于这个、哦。我还没算，不好意思。就不是我还没算的、啊。对，我还没算呢、啊。问你一个问，所以你问没关系，你不用问我答案等于这个，我不知道啊。我没有问你答案等于什么。你刚不是？不然你刚问什么？你看对啊，什么？所以那个什么，那个是这样的。
不对啊，你这个，哎，等下，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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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用变号。什么变号？正负号。为什么变正负号？你要想想，为什么变正负号？啊，他从等号另外变到另外变不到。那是数学问题，你可以，你可以上光，你可以上光。好。上面有加减的，上面到底都不会丢丢到加减。对哈。对的。这个题目我有想一下，你不会算的，今天中午来找我，你不知道从何下手，中午来找我，啊。中午如果你很忙的话呢，我七八堂课我还在，好，可以来找我，好不好？如果都很忙，请你上网路帮你问你问我，啊，请你上网路问我，私讯给我都可以，好不好？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解决学习上的问题，都进步，好不好？你越不好意思问，越不敢把自己问题讲出来，你就越停留在原地，不会再前进了。这简单点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之也，好不好？不懂不要讲。我的 M 是 W 啊，对，所以我就直接是。我要擦掉这个哪里？你是得到几分？二 W 哎哦，积分积分终于是二 W 哎，所以哎，会不会算到后面会？哎，打好，把你题目嘞。题目嘞？题目擦掉。来，我们来看一下陈怡的练习。等等，阿妙，我照相，我会放到网上去。好，你先不要照了。我们要看一下陈怡的这个问法哈，这个问法其实也蛮简单哈。他说我叫两个东西叠在一起，下面这是质量3公斤，上面这是质量2公斤。这边的最大静摩擦系数是0.2，这边最大静摩擦系数是0.3。问你，我现在如果用个10牛顿的力突然去拉下面这块木头，啊，上面这个会不会移动？会不会滑动？啊，上面的。对，上面这个会不会滑动？这个问题呢，两个日常生活中你看得到，第一个就是人家玩魔术棒，他杯子没有倒，对，简单就是这样。第二个复杂一点就是像航空母舰上面的东西，船，可能有飞机，可能各种东西啊。你在船在走的时候呢，或侧风突然一力过来，这上面东西会滑动，你要不要固定它？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这个题目是这样简单的。可以。哎，你说。G 是10。啊。G 是10可以。哎，我们要测的，G 是10。对。不要了，其实用一会不会比较简单？啊，你们如果同学啊，回去你们可以思考一下，有什么好题目哈，设计一个题目问同学，好不好？你设计一个好题目问同学，如果没有人答对的话，我就给你加点。这样讲好像很怪。我想问哎，假如我G 设一的话，那我是不是等于可以忽略它？计算的时候。不是啊，你我说假如。他讲的对不对？我问你。他讲的对不对？他是计算可以忽略，对吧？对啊。对吧？啊，所以你讲的忽略的意思是什么？忽略是第一个有两个状况是，结果根本就不理他。就结果可以不计，就是因为他算出来就是只乘一了。对啊，那其实你也不需要去给他一个 G 有什么关系 ？G 随时可以带任何东西进去啊。如果你在月球上，月球上 G 在地上，地上 G 啊。你给他 G 就好了。对啊，就给他 G 就可以了，也可以啊。好。可以 G。啊。不是啊，通常来讲，我们讲说这个3公斤。假设要问他说重心多少，就是3G，三 G 牛顿。对。对不对？这个是2G牛顿，有问题。没有啊。啊，那这个问题怎么着手？着手。我们先想题目有没有看懂？正向力。好，先搞清楚正向力嘛，因为正向力跟摩擦力有关系，对。所以你看看，假设想算出这边的摩擦力，我想算出这边的摩擦力，我要怎么算？我说要这边正向总正向力，对不对？总正向力所有质量加起来，5G，再乘上什么？0.3，对不对？所以5G 加上0.3就是它的摩擦力。这边的摩擦力多少？2G，再乘上0.2，对不对？所以这有摩擦力，这边有摩擦力，没关系的。啊。首先你要去判断是，首先你要去判断这个东西会不会整个移动，你要看它十跟这两个乘起来有没有大于十，有没有大于它，有就会移动，是不是这样子？有，它大于。有大于吗？大于什么？大于5G 乘上0.3，对不对？等于1.5G，对不对？1.5G 大概是15嘛，因为你要拿它做比较，1.5G 大概15，所以根本就不会动，对不对？1.5G 是大概15。对啊。
十五嘛，啊，它是十牛顿的力拉它嘛，所以它基本上这个就不会动了，它对这个是不会动的。十五，十五等一下。拉了十五。1.5G，G 是多少？哦，G 是。没有，我们没有。啊，你没有怎么比较？啊，你给的是牛顿的。对，我给的是牛顿。你给的是牛顿，我要比较它嘛。你给个十 G， 1.5G 我就问你啊。在地球上它不会移动，在月球上它会移动，这样好不好？好不好？所以基本对，基本十会比较会移动，因为你要比较嘛，要互相怎样比较，同时你要想一下，它不会移动。所以1.5G如果等于十的话，它不会移动。那 F 要大于、嗯、大于。不同意。哎，大于十五。好，问一下子龙，这1.5G 什么东西？回去想想。1.5公克。1.5公克吗？不是，啊那个。你说单位？不是单位啊，我说一点一点是什么东西？哦。哎，同学，讲了半天，你如果停在这边，你应该刚刚就一直在问问题了，你要刚举手，好不好？再来一次哈。往前拉一点，作用在这个平板上的正向力是多少？G 乘上五 ，G 乘上五有问题。哎，这样说对吗？有问题。这五怎么来的？还不是没差。有差。怎么来的？有差。它是那个，两 kg 加三 kg 了。两 kg 加三 kg， 所以等于二加三乘以 G， 对不对？为啥乘以 G？ 重力加，重力加速度对，所以我们应该说 F 等于 ma 嘛 ，a 就是它的重力加速度，所以把质量乘上重力加速度得到的是什么？重力，地心力给它施的重力，对不对？重力就知道了，所以我的这就是 n 啊，对不对 ？n 等于这个东西，而你就知道的话，那我请问，我的最大静摩擦力多少？是容易 n。对不对？μ是多少？μ是多少？你说整个压在地板上，整个压在地板上的重的正向力是多少？你刚刚讲五 g， 对啊，问题是多少？对不对？五 g， 那我摩擦性是0.3，请问一下我的最大静摩擦力是多少？多少？1.5。不要告诉我答案，告诉我怎么算。谁乘以谁？就是那个方形啊，它那个蓝色，这种方形。不是这边白色，这里有一个板黑板的问题啊。哦。啊，等于什么？哦，可以可以。啊，所以 N 是它的那个正向力。正向力。对。对，我们这边写嘛 ，N。哎，你说。总摩擦力啊。总摩擦力。多少？谁乘以谁？同学。谁乘以谁？摩擦性是多少 ？N 是五 G 对。摩擦性是多少？对，标定的。摩擦性当然是我们看两个接触面了，多少？0.3，所以等于1.5G， 有问题？好，这单位是牛顿哈，有问题？有。没问题哈。牛。OK， 好。所以我们知道它的是1.5G 的话，也是15牛顿。15牛顿跟陈玉这边所给的 F 来讲，它是10牛顿。10牛顿有没有大于15牛顿？没有。没有，所以它会移动。不会。不会移动啊。啊。这两个都不会移动，就是它在那边不会动。但我问你 ，OK， 接下来的思考是要移动多大的力，这个要多快啊？这是什么字啊？多少力？真小啊！对不起，我的字很美。多大的力才能让 A 滑动？就你瞬间要在这边施多大力，这个才会掉下来。就是那个，对啊，哦哦，是上面那个要掉下来，要掉下来，那要瞬间超越啊，超越谁？超越那个 A 的，
因为它一定要速度够快，速度快，对，速度够快。你的加速度要够快，不是速度够快，加速度要够快。你要算上面的那个，算上面的摩擦力。简单来讲哈，这边产生的摩擦力，你先算一下，这边产生的摩擦力是多少？是吗？是。我们先把这擦掉了，把这擦掉，算息的了哈。嗯。是吗？哪是 N 的话就不是。就上面这边来看的话，这边的 N 多大？不是是，多。OK。就上面这个接触面。N 多大？多大？二怎么样？二，这个呢？二什么？重力嘛，重力。这个看这个 N 上面的这一块。重力多大？重力是二 G 对不对？二 G 对。大声一点，不要害怕。二 G 是二 G， 有问题？所以是二十嘛，啊，二十。有对，啊，所以这一边所能产生的最大心动压力多少？二十，来不来？四。不要讲答案，怎么算？二乘上零点二。零点二乘上二十等于？四牛顿，对不对？四牛顿对不对？对。四牛顿，也就是说，假设我们要看下面东西的时候呢，这东西要四牛顿它才可以滑动。四牛顿才可以滑动。那可是我们现在是力弱的作用嘛，我如果拉动，假设我现在力，我们刚刚说的这边是要多大？这边要15牛顿，对不对？15牛顿才可以滑动。假设我现在就给15牛顿，是它刚好开始移动，对啊，刚好开始移动。那刚好开始移动的时候呢，那我们试试它这边所感受到的，它的啊，可这个算不出来，因为。开始移动你可以想象啊，这个时候它虽然开始移动，但是这个地方也是跟着移动，但是如果两个摩擦力瞬间两个摩擦力都在作用的时候呢，这边最大的静摩擦力有多少？这边是这边所产生的最大静摩擦力，它是相加的，对，这边是4牛顿，19啊，所以你知道答案是19，它就不会跑动，它就会卡在那边，它就会一贯性的原则，它是停在这里，那它相对它就会滑动，啊，所以就是它两个是叠在一起，你的摩擦力相加，所以代表你假如拉动它，给它移动的力是15，我刚说过了，10牛顿它不会移动嘛 ，B 不会移动，那假如大于15的话 ，B 会移动。因为移动的话 ，A 就跟着一起移动，对不对？对，因为，但是当你这个力大于19的时候呢？19是15加上4，这个它就会滑动了，啊，相反点，没有，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题哈，这是关于出的题目，我们先看一下题目出，当然你要看个题目，就像你要先检查一下题目出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或者什么缺漏的地方。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东西会移动，啊，这个东西会移动。它问的是我下面的摩擦力是3牛顿，上面的摩擦力是2牛顿，我这边给的力是2.5牛顿，请问这个1公斤会移动？这个应该是最大静摩擦，最大静摩擦。所以问你说我这样推它2.5N 的时候会不会移动？通常来讲，我们看的题目是这个3N 啊，这个3N 是3牛顿，这3牛顿的最大静摩擦力是不是这两个叠成这种效果？不是，是它单独效果。对啊，单独效果。单独效果，这个那它正向力是谁给它的？就是我在，就是我的设定里面是，它们上下两个东西是定住的，然后你把那个东西塞进去。定住。就是上面的那个2牛顿的那个。OK。它是一个像悬挂那样的。OK。它是都不会动，上面是这样子。Okay. 然后你把一个这么厚的东西。OK， 塞进去。OK， 然后多大？用怎样推动？好，那这样子来看的话，你觉得你们看一下会不会推得动？不会。不会，为什么？3N。三根。2.5大。不止3N的哟，三根都会给它加，3根都会合成啊。对，是。所以是总共是5N哦，它最大的摩擦力，最大静摩擦力是5N哦。
OK。所以三，你给他 2.5 是绝对远小的，温暖非常回动。我给他吃屎。对，没有问题。嗯，没有。没有问题哈。嗯。还不再来一题。还有吗？有啊，这题目多的是啊。啊。这是一个平面。啊。这是一个平面墙壁。那个，那个。一只鸡飞过来。通常这样画的意思，表示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平面，固定的平面。哦。啊。一只鸡飞过来撞到上面，它有多大力量？我那个物体放在那边，它的质量是 W， 质量 W。它不会说谎。我四个亿给它。我四个亿给它。假设的摩擦力是 μ。我四个力给他，我多大的力他才不会掉下来？摩擦力是。摩擦系数对不起，最大静摩擦系数是 μ， 最大静 μ， 对啊，我的力必须要多大，他才不会掉下来。W g， 不是不是，等下，我想一下，我想一下，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第一个，我们先问题目有没有看懂？题目看懂？啊？应该看懂。接下来在题目看懂之后，我们要讨论的是会不会掉下来比较谁？会问什么？所以题目没有看懂。不是我说，有个平面。同学，我在问什么 ？OK 了。有个 μ， 有个质量，有个力。必须要怎样它才会？它才不会移动，它才不会掉下来。就很简单，就是反差在这里呢。嗯。好，我在压的反差，要多少力它才不会掉下来？只要那个。μ 分之 W。又来了，直接告诉我答案嘛。好啦，分之什么 ？WG。因为要讲很多嘛，就是因为你给它的力乘上它的摩擦系数。啊，我觉得。不是，它其实要大于等于它的重力，它的重量，它的质量 W G 乘上加速度 G， 嗯哼，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对不对？对啊，是不是这样子？对啊，对，是不是这样子 ？Yes， 是不是这样子？你们都不让我算，那你说嘛？是这样子，我还没算。是不是这样子？我你瞎看啊，瞎看是这样。这个没有，他都没当过，你跟他算。对啊，没有当过。没当过呀。M 是啊，是不是 ？M 没有 M 吗？没有 M。不，哦，我不是啊，跟他算。他不是啊，你刚刚忘记答案了，怎么了？所以 WG 是什么 ？WG 是什么？那什么？我们跟 WG 是什么？我那个力哦，力吗？啊 ？WG 是他的力吗？谁给他的力？重力给他的力。对，重力给他的力啊 ，WG。然后嘞？那个 μ 跟 m。μ 跟 m 是什么？啊 ，μ 是摩擦力吗 ？μ 是最大静摩擦系数。OK， 对，这边是我们要有个力，这个力要跟它相抵，它就不会掉下去嘛。平面会有，对不对？这个力怎么来？这力怎么算？冲超面嘛，它算。这力怎么算？它的摩擦系数啊。这力怎么算？每个物体都会摩擦。Hello， 志姐，这力怎么算？摩擦力怎么算？摩擦力怎么算？最大静摩擦力怎么算？μ W G 对吗？吗？对吗？我们来看一下最大静摩擦力，就我们刚刚讲的是 μ 跟谁在乘起来 ？N 是什么？不是。N 是正向力哦。啊，错了。正向力在哪里？你错了，错了。正向力是这个啦。哦。这是正向力，在这边正向力变这个了。W G 是什么？啊 ？W G 是重力啊。乘上。质量乘上正。因为它的正向力没有。对。正向力跟质量没关系，它这边正向力跟质量没关系，所以它正向力在这边是什么？在这个题目正向力是什么 ？Hello， 正向力是什么？是什么？
是什么？往右边的那个力 F 是什么 ？F 对不对？所以等于 μ 乘上 F 对不对？嗯。这是我摩擦力嘛？所以摩擦力要大于我的向下的力，我就不会掉下来。大于等于啊，啊，但实际上不会大于啊。摩擦力为什么不会大于？嘿，这位同学，摩擦力不会大于是什么？这是最大性摩擦力可以大于，但是摩擦力不会大于。因为大于的话，它让我们反光掉。对对对，它摩擦力只能等于啊，摩擦力只能等于。哦，对啊。我是说最大最大静摩擦大于最大静摩擦大于等于啊，所以我们要算起来的话，就是 μ 不是 F 会等于什么 ？F 要大于等于 μ 分之 W 趋，有没有你？啊，有没有你？摩擦力是 W 趋。摩擦力是不是搞的运？摩擦力是重力。你没有水上系数呢？水上系数是静摩擦力啊，最大静摩擦力。啊。来，这样不懂。大姐不懂。大姐不乖，不懂。我可以写 F S 等于 μ F 对不对 ？F S 等于 μ F 对啊，不是最大静摩擦力嘛？那所以我把它算。你的最大静摩擦力一定要大于重力，它才会掉下来，对不对？大于等于嘛。哦。大于等于的重力，我这里用了，对不对？有问题？没有。完全问题。什么问题？他的是十号。两个人。对。哎，你们如果有问题要想一想啊。